三中又叫努力推广在地农产，配合着要到中秋节，特别举办游艇幼农做公益的活动。唔呐，帮忙卖百里农友的油啊，只要卖一箱，各会捐10元给华山基金会。云南马岛被百里名号百里文旦油，因为皮薄多汁，受到民众的喜爱。三中又叫秉持推广在地农产的精神，搁结合爱心公益，举办游艇幼农做公益的活动。南麻豆北巴里，巴里的文旦跟南部的麻豆是齐名的。那我本身在麻豆有几乎了大概7年，所以对文旦这一块我真的非常的熟悉。可是我对巴里文旦真的是只有慕名，没有机会来尝到这一块。那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扶持我们巴里地区的小农的果农，而且我们特别请一个联保来那个评鉴冠军的果农来这个地方参与盛会。那我希望说我们每买一箱都会捐给我们公益团体10元花山基金会，那我们买的越多，大家的善心就越大，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做公益。只有爱心的立委吕顺林知道有这个活动，也特别来现场采买，希望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让更多人支持巴里的文旦油，还可以帮助落实。三重邮局也非常的有心，那来推广我们在地的这个农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巴里文旦非常的这个盛行哦。那所以呢，今天也特别的做了这样子一个公益活动，卖一箱也捐了10元给我们华山基金会，那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无论是协助义卖活动的三重邮局同仁，也是前来采买巴里文旦油的民众。拢因为会使有机会参加遮尔有意义的活动，感觉温暖佮欢喜。记者彭建凯、林建如三重采访报道。